没有啦，这是人家的场地啊。人家如果 finish 的时候还没追回来，他们会延长，看他们机会而已。我们刚刚多滑吗？啊？我们有多滑？我记得有多滑。没有没有，刚好，刚好两千。刚好吗？OK。你转弯会消距离。
他们以为过桥就冰淇淋了。是啦，我们刚刚一起先喊了。我觉得本来就要最后直线本来就要加速啊，从此没办法，他后面就在追我们。You want to do one more race? One more race? 200? 上诉啦，上诉啊！ One more 200 race. Another 200. Yeah. 礼拜下礼拜六见。好了，不然下礼拜六了。礼拜六见，下礼拜六见。下礼拜六不在。对啊，对啊。上次有上去，但是均速不高，均速不高，11.4。那现在的均速应该要到多少？我觉得刚刚那是可以的，那只是可能我们。